在片中，任贤齐扮演的男主角留学回国，带回来一个非常前卫的女朋友。他担心父母不肯接受这样的儿媳，就决心聘请一位更为开放大胆的合约情人来试探父母。范冰冰饰演的女大学生因为急于筹钱还债，就应征了这个工作。敬你一杯。喂，胡先生，麻烦你放尊重一点好不好？不要浑水摸鱼、顺手牵羊、生活打劫，行不行？把手拿起来。对，腰。干嘛呢？拉屎啊！范冰冰此前几乎从未出演过喜剧，不过在《合约情人》的拍摄过程中，导演却发现范冰冰的演技格外轻松自然，非常具有喜剧效果，对这位话题女星的印象也彻底改变。我没有爱上现场的范冰冰，我爱上的角色里面电影里面范冰冰啊，还需要大概三五年吧，就可能变成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喜剧演员。放心娱乐，上海报。